欢迎收看 FJ 二三四，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Will you marry me? Will you marry me? 那你如果有一天你有一个婚礼，好，你最希望你的另一半怎么样对你求婚？那我这个人比较复古，我希望他把我的家楼下打扮得跟皇宫一样，就是点缀一些灯，然后弄得很像信义区的街头，就是我家楼下。你家楼下不是庙吗？对，不是很多灯的吗？没有，就是他让我就是觉得说，他能把这么朴实的一个地方都可以点缀的这么完美。你知道这比，比如说带你去杜拜，带你去哪里求婚，我觉得都对我来说来得实在跟打动我的心灵。如果对方跟我求婚，走到新义区的路上，突然叮咚叮咚叮咚，有一个人会指引我，然后男友就瞬间消失不见，他就发现，哎，怎么开始有一群舞团，还有一些现代民族芭蕾 ？I wanna marry the night， 啊，等等等等等，所以说 I'm gonna marry。他说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很多穿着还有特技人在翻翻翻，然后我一直往前走，那些舞团就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然后就我的家人都出现了，然后就他站在前面说：“拿一朵花，我也没有你。”庸俗，这个才庸俗吧？庸俗死了。但是就是你知道，结婚是我们两个女子的幻想，但是交往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可以答应对方的求婚？还有一个很重要，因为我常跟我男友求婚都被打枪。我有看到那个影片，我觉得至少要三年以上，因为你知道，男生跟男生比较冲动，然后就是交往一下下，又交往两个月，他就是我的一辈子。Will you marry me？ 然后说天哪，发什么神经啊？你懂吗？我懂这个感觉。就是你们有共同目标吗？你们工作是稳定的吗？是的。你月收入是稳定的吗？你将来你要一起住呢？爸妈都知道吗？不然。结婚这是很多重重难关，只是同性恋以前没有遇过到，其实是很繁琐的事情，而且你还要准备什么钱，要办桌都是问题。你以前可能只有一个人，你去泰国玩玩泼水节回来，你继续工作养自己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有结婚，你有另一半了，你的未来怎么办？要领养孩子吗？还是要怎么样？天哪，好麻烦哦！ You never know。问我，问我，问我。你呢？我不想想这个问题，我不想想这个问题。就很麻烦啊，你看你又不能去 party， 就不能每天都去 G Star party， 去 Abruzzo。天哪！你有家室，你有丈夫，你有妻子。这是对我们是第一届要开始结婚的人啊，就是第一届，很繁琐的事，你懂吗？我懂了，我懂了。那你觉得呢？我觉得就是你吃他的屌，吃一百次都不腻的时候。屁啦，一百次还不会腻，好不好？啊，我三次就腻了耶！如果你吃屌吃一百次会腻，也在上面留言说我好腻好腻，你要结婚了，你希望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的？很简单，我希望就是在湖边，就像每一个美国爱情电影的 ending 一样，然后我们两个穿着白色的西装，带上你们的好酒跟真心的诚意的祝福，老婆来一边喝酒醉。对，然后我希望这个派对就是一开始是这样子。然后后面去房子里面电影派对啊，好嗨啊，好嗨！我一直都已经想好了，就是我希望我三十岁的结婚现场，我希望我走出来的时候，旁边是跟着一群辣妹，我的姐妹们穿高跟鞋，一起穿西装走出来，而且还放 Pussy Cat 的巴。我就知道，就知道嘛！欢迎新娘进场，我就走进来，然后穿 S M， 然后走进来，然后就是我爸妈、阿公他们都在旁边，说怎么那么 drama？ 然后此时我们到现场，牧师在中间，我先带来一段 G 煞的旧舞。还是而且是旧舞。那个三十岁已经没有新的舞，这时候呢，吃饭上就放一些我们以前搞笑的影片，然后此时派对结束都已经招待完了嘛，这时候跟你说的一样，楼上也有 party， 然后楼下是暗房，而且这时候一定要有前男友的桌，对，然后前男友桌我就要一一点他们出来，哦，想当年跟第一男朋友，又像这个好的，最后我们有请 Josh。告诉我一个电影名言。风又来，又来，又来。Don't let your past dictate who you are, but let it be part of who you will become. Don't let your 不要让你的通过 past 通过 past 不要让你的不知道 past 过去，不要让你的过去蛋糕 cake decay。啊，好烂！不要让你的过去去影响你，让它成为你未来成功的一部分。结束。
哈利男孩现在进行下一卷的帅气哈利男孩甄选，只要你够帅，身材够好，个性甜美，有自信，欢迎你一起加入哈利男孩甄选的行列，你有机会可以成为哈利男的 model， 千万要来哦，而且还有奖金，而且我现在上张克凡对不对？为什么是张克凡？